我没看见谁跑过去，好像是磁铁吧。这边有一个人往沙发跑了。这个没打中啊！我都惊了。牛皮，谢谢了。第一把就这么给面子，真的是太感动。撞倒。哎，挂这里他容易转大房，哎，无所谓了，应该这个人不好救，医生把前方摸起来，要么就磁铁过来救。哎呦，扒皮了。都在修，走吧。医生没修了。这都好会躲不扔呢。医生的大房，情况哪去了？翻进去了。
鸦匪。他这修理第几了？Ugh.